我们的企业呢是 New Ways， 那主要呢是行销环保无毒、保护地球的产品，以及高科技抗衰老的高科技的营养品。那其实会来参与这一次的这个获奖呢，是因为了解到这个奖项的这个专业性，跟它已经有第12年的历史了，所以是一个非常专业性的一个奖项。那参与这个奖项呢，其实我觉得对于在 network marketing 领域来说呢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殊荣。在未来朝向这个整个国际社会的这样子的多元，其实能够走向专业化呢，是我们唯一的最重要的一条方向。那非常感谢整个大会用心的安排整个得奖以及整个遴选的过程，它是一个充满公信力的一个奖项。那套句大会主席说的，没有不景气，只有好品牌。那希望呢，我们能够在专业的路上，大家一起加油，一起努力。谢谢大会，谢谢。